テンガワークアウトギアです。ステンレススチールでできております。重さ4キロあります。いつものようにこのようにスッと入れてます。気持ちいい、つらい、気持ちいい、つらい。こうしてる間に上腕二頭筋が大きくなります。まさにアメとムチ、これがテンガワークアウトギアです。报道 Sky 以前任的很多网友私讯说，他们在网络上看到 Tenga 的 Workout Gear Tenga 健身哑铃，他们都无比的好奇，无比的期待。随着我上一次 IG 碰完之后呢，就有很多人说啊，想看一下他的开箱影片，心得分享。没错，所以身为 Tenga 的台湾第一人呢，我想我有这个责任跟义务来开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来喽。哦，这个是他，你看，这有没有很像那个木造厂？你有看猎人？猎人里面那个木造厂藏宝，这个盒子很让我想起了那个。对，那这个我上次有开过，这个要怎么开呢？这个呢，首先你要先准备好碟机。哦，但是为什么要碟机？上面有这个螺丝起子，它把它封得很密，所以我们要挑一只那个适合的尺寸。好，这个。来来，看给大家看，这是不是很紧？怎么那么紧啊？哇，超硬派！等一下哦，整，转不开。可以，不要再。我还要准备另外一个 case。当你转不开的时候，要需要有器材的加持。来哦，好来。再开吗？啊！哦！噔噔噔噔噔噔！别了！噔！它里面长这样。哇！哦！好，那我就不卖关子了，直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！真的很重。看一下它表面的质感，它这整个是不锈钢制作的，然后它外形有没有粗犷又带有流线，然后整颗重达4公斤 ，Tenga 经典造型，再甩动一下，你说甩动一下，没错，使用一下，哇，好重，这是你最快的速度了吗？最快，最快，甩不快就对了，哦，哦，好吃公鸡哦。整个公鸡都胀起来了，看来这个很有训练效果。开什么玩笑，这个一个有4公斤呢。对对，那这个该怎么使用呢？首先呢，你要先准备一个 Tenga 杯，然后把这个 workout gear， 它这两边有一个扣，先把它拨开，然后往外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。好神啊！打开之后呢，把你准备好的 Tenga 杯放进去之后，哎，有没有？好密合，好撩人，夹心夹心，非常的密合。对，然后我今天是做示范。那如果你真的要用的时候，记得这个口要先把它拆开。我刚突然找不到用什么词形容这个口，这个盖子，这个盖子先打开之后再盖起来，然后两边的扣环呢？可以把它扣好，接着下来就可以开始享受你大小肌群的双响应。哇，好的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Tenga Workout Gear 开箱。等一下，该这么快就开完了，观众还要看你的心得哎。那那么简单，我的频道最注重的就是实验精神，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药师以及波波。来跟我一起实测这个 workout gear， 这个超具有哇，超重的，就是给谁用的？超跑，就是给摩山用的，超重的，这个太巨了吧，这个东西，整颗不锈钢4公斤。波波，你用一下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就是一个动作，可是有两个训练部位，充两个地方在充血，两个地方在充血，充血，只是充满以后，不知道哪边会比较巨了。
Tenga。今天呢，我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竞赛。我们这个有号称怪万流的药师，还有我们这个三剑客最速之男，以及台湾 Tenga 第一人。我们今天就要来比赛，看看谁手速最快、最速之男。快不起来。我本来在设计这个游戏的时候呢，我以为它可以这样快，然后我实际上拿到的时候。快不行了，你们等一下要奋力一点。好，那再等一下规则帮我控制一下好不好？今天我准备了一个道具，我跟你这什么这个呢，它是一个就是评测的一个机具，有一个中线，一个中线。那等一下呢，的规则就是在30秒之内，上的时候要过这条线，下的时候要超过这条线，这也是开始，下来再上来，这样算下来，这样算。1、2、3、4。那如果不小心头一直没过的话，就不算。对，所以我们那个我们有影片存证 ，OK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过这条线的，没问题。那等一下谁要先？等一下呢，就我们的怪万，怪万第一棒，比赛开始。好了，那我们的一号挑战者怪万流蔡药师，来，你还要模仿？这是一个专项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对待它。Yes， 这个专项我们每个男人都会练。说的没错，而且常常练。没错，这个输了抢过去，拽拽个这耍子，走。这个角度，它的应该是异于常的，因为这角度有点奇怪，你知道吗？它是从左右，它的左右会向左右晃动啊。它的应该是啊，它的是朝右边的，所以才会有这个角度。它一定是朝右边的，很好笑。它不是徒手球，它是不用刃。希望他可以对得起这些礼物，好不好？
该做的。他现在目标应该是一秒钟要两下，对。哇，三十秒，六十下，三十秒，六十下。多长？好啊，来吧。来，开始。那这个速度有点慢。你怎么没掉？你去打他。你要看谁赢对不对？哇，这个速度，他全身都在抖动的吗？原来他在。非常非常优秀，推荐给大家。好，就这样，晚安。